早早，你看天上的月牙像什么？像小船。这个别人已经说过了。像香蕉。别人也说过了。要说出一个别人没说过的，想想看。像手指甲。手指甲？你是说剪下来的手指甲？上一像手指甲的嘛，弯弯的，细细的。这倒是别人没想到过的，挺好的。妈妈，是不是又可以编儿歌了？还差一点。你说说，这个手指甲是从谁的手上剪下来的？是从太阳公公的手上剪下来的。好，现在可以编儿歌了。来，妈妈快编给我听听。好的。太阳公公回家，剪落一片指甲，指甲挂在天上，变成弯弯月牙。太阳公公回家，剪落一片指甲，指甲挂在天上，变成弯弯月牙。太阳公公回家，剪落一片指甲，指甲挂在天上，变成弯弯月牙。小朋友，当你听完了这盘磁带以后，你一定会说，我也会编儿歌啦。其实啊，编儿歌并不难，只要平时注意观察，多看看，多想想，你一定会看出或者想出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。等你发现这些不一样以后，你可以自己先试着把它们编成儿歌，念念看好听不好听，然后把你编的儿歌讲给妈妈听，请妈妈来当你的老师帮你修改。只要你能够坚持多听多想多练，那么你一定会成为儿歌大王的。好，我祝你早日成为儿歌大王。